RPG 终极魔龙中，玩家要扮演为了拯救女神而战的英雄，想办法募集坦克、辅助、输出等三种不同定位、六种不同属性的众多角色加入队伍。战斗时记得施展他们的独特技能，并且活用属性相克及技能的释放时机，才能够顺利过关哦。而角色培养方面，则可以累积经验值提升等级，并且升级各种素材打造装备，或是使用技能书来提升技能等级。只要一步步累积，就能够打造一支坚强劲旅哦。